看我在这里发现了两个迪迦拉兹曼呢，好像是一个黄金的小迪迦，还有一个迪迦呀。我们看一下，我能把它换下来。啊，换不下来呀。我们站在这里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够出来。我去，哎，这个不行啊！哎，兄弟们，刚好发现这个东西有一点站不住，我们应该从这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发现一个超大的，哇、哦，我从那边拿过来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奥特曼的金蛋盲盒哎，哇，这里边好像很满的，应该会有很多宝藏吧？我们先去那边把那个迪迦拿过来，我们看一下呢，可不可以从这边？哎，哇，这边有个路，但是这边又有三个奥特曼的。我们把它拿下来，哎，这个金蛋还放在这里。哦，这个是一个泰罗耶，这个是泰迦，哎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欧布哎，欧布奥特曼，还有这个赛罗。哇，找到三个奥特曼呢。我们看一下，从这边，哎，这有箱子，哇，这箱子好多宝藏啊，一个奥特卡片，还有，哇，倒出来看一下，哎，跑掉了，一个奥特胶囊哎，哎，给它装回来。奥特胶囊，还有这个是，哎，一个奥特曼血晶盖亚的奥特卡片，还有两个，哎，还有两个这个奥特曼的勋章哎，哇，这个掉在这里了，还是一个奥特曼的血晶，这个是一个剪刀的变身器，这剪了三个奥特曼，哎，把这个金蛋也放在这里吧，哦，我们看一下从这边可不可以上，哎，这边好像还有两个奥特曼呢，还有两个，这个是欧布哎，还是欧布。哎，这个还是欧布哎，这个还是欧布，竟然找到了三个欧布的奥特曼呢，三个欧布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奥特之父哎，把这个奥特之父放在这里，哇、哦，我们从这边这个台阶应该比较好上吧，从这个台阶上去，啊、哦，从这台阶上去，哎，这边还有两个奥特曼呢，这个是一个，哎哎，哇，那个掉下去了。这个是一个泰坦斯，泰坦斯先把它放在这里，我们先从这边下去，去找那个奥特曼。哦哦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初代吗？好像是初代，邪恶初代。还有这个是一个加古拉，又捡到两个，还是从这个楼梯上去。啊，一个大的奥特蛋，还有这两个奥特曼。啊，这个有点装不下了，我们去前面拿那两个迪迦。啊，迪迦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，在这里呀、啊，迪迦，哇，这是一个迪迦的腹，又掉下去了，哇，也是醉了。这是一个迪迦的复合型，先把它放在这个盒子里。我们去下面去捡那个奥特曼。哇，这边可以下去吗？哇，啊、这边好高啊！不过我还是很厉害的，终于捡到这个闪耀迪迦嘞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奥特曼的蛋里边。会有什么宝藏呢？把它打开看一下。哇，哎，哇，啊，终于把它打开了。哎，哇，这个是没有拆的一个奥特蛋呢。这里边的是什么？哦，哇，这个好多奥特曼呢。有一个，哎，这是谁呢？这个不认识。啊，一整包的，这个太帅了吧！刚刚还有一个卡片没有拆，我们拆一下这个卡片吧，拆一下看一下。哎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里边，哎 ，SR 的是一个捷德，还有一个布鲁，哇，都没有好卡哎。